竟然百无一失，你个凶徒抢走咗先王遗诏，只怕佢明明要撞埋实质，有意阻我调查。佢个透官人嘅小贼，又点会令到全京师要敢依偎对足难？总之无论如何，三宝一定会俾你嫁俾一个你根本唔喜欢嘅。三宝啊！武少峰，吴金叫你杀咗呢个狗皇帝，要带皇城走嘅，过咗我呢关事再讲。睇嚟你我今日一战在所难免，在所难免。